中华民国87年7月3日生，在本校以101学年度修习技艺教育课程，动力机械职群修习期满。依加强国民中学技艺教育办法特此证明，达得三公职业学校校长许瑞纯。谢谢你们，这个是建教合作班，我们跟达得一起来办的。中华民国102年1月13日，我们恭喜。修习技艺学程的有308位，好了，可见技艺教育学程的一个成功。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达德商工，感谢我们同德家商跟我们做同样的一个合作技艺教育学程。这个是吴宇杰修习技艺教育课程家政职群修习期满，同德家商我们校长林元贵，感谢同德家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